大家好，我是夜巨龙明欢欢魔兽世界。影片开始前，我把这一集的天赋、特质、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来开打开打，这一把来打一场 DK 的 N15 机器。我忘记了，哈，那个什么吃爆啦。对啦，我要开绿盾啊，我不是打死打，我开错招了。你又没说给他上。傻逼才出去，好啦，其实不出去不要引到就好了。对，
看来这坦克维塔，对，这坦克不会躺。这个 DK 输出很低啊，真的不能拉大波一点吗？对啊，他拉这么小波。
他如果再说话，我就会说是你自己的政策波。对，我觉得毫不留情的跟他讲，是你自己白痴的政策波震掉的。数抓得不错啦，但是这样一波一波拉真的是很累啦。虽然我的输出没有很高啦，对，虽然我的输出没有很高，但也不是这个样子嘛。然后呢 ，three two one， 两波，两波，两波。以为他要拉很大波，对，然后告诉大家、要准备咯，对，然后结果一波一波小波，晕啊，
他给我保护哎、欸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继续不客气的打了。小波，嗯，可是我觉得我的 DPS 有比以前还要高很多了，对，有变强啦、啊，以前是打不了这个输出的。
家呢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加一，好，这一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